十大浓香型乐器推荐，开花堪比香水。一、古董系列，焦糖古董、浪漫古董、阳光古董，都是花淡浓香，并且花期长、抗性好的乐器。二、乙女星，一幅旁系乐器，拥有不逊于一幅的香味，并且开花量好，长势好，皮质适合新手栽种。三、荔枝系列。白荔枝、粉荔枝，拥有浓浓的荔枝玫瑰香，并且花朵巨大，颜值高，难怪许红豆那么喜欢。四、索菲罗莎，开花似牡丹，抗性好，长势快，是可藤可冠的月季品种。五、舍农所城堡的女人们，藤本月季中的扛把子，多季节开花，花量大，抗性好，凉广也能种。六、碧翠丝，浓郁的果香混合蜂蜜的味道，花大饱满，多头开花，耐热耐雨淋，抗病性好。七、特拉方特，颜色艳丽，花大浓香，耐热耐晒，复花快，抗性好。八、蒙娜丽莎，带有强烈的墨药香味，花朵圆润，饱满厚实，耐热性非常好。九、粉黛，强烈的木药香加上大马士革的香味，颜值高，香味浓，皮实好雅，开花性好。十、紫魂香水，大孢子花型，少有的渐变香绿紫色，耐热耐开，抗病性强。